火车站到机场的票，那我们是礼拜天早上11:30的飞机，那我现在先买。那你选英文这个 LPVI 好，这边是维也纳到机场的票，两个人，所以这边点两个人。然后因为我们明天会使用24小时的票，那它会有 discount， 所以我们就先购这个。这边就有一个 discount， 这个没有 discount， 所以再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所以两个都有 discount， 好，或到下一步去。那应该是礼拜天早上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就选礼拜天早上。那它是我是要7点以后的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它这边出来是7点以后到机场的飞的那个火车，那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，我点的这个。它两个就是3.6，好，目前就是3.6。这个就是维也纳天总到机场的票，两个人是3.6。我们现在买24小时的，这是两个人。OK。对，然后总共是16块。然后呢，把钱插进去，然后因为后面很多人，所以我刚刚很快的开完，然后去票，很少钱。那这个就是24小时的套票。24小时套票使用方式是，你在维也纳市区看到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坐，那其实非常的划算。因为如果单程的话，一趟是2.4欧，那等于我24小时是8欧嘛，那我只要坐4趟。随便的交通工具我就只可以跳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进行订票，那今天很多查票员都跑出来了。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维也纳的地铁是自由进出的，可是记得你在进去的时候利用门票打卡，那是你开始使用了。那它是没有奖励的，如果跟捷运不太一样，就是在信任制。可是呢，如果被查到的话，是要罚非常多的钱，而且可能观感不太好。我们等一下就是会用这张票去逛市区。已经到维也纳火车站了，那因为现在时间还非常的早，所以呢其实空荡荡的，没有什么人。那我们是坐7:40到机场的火车，所以呢来得太早了，我们就到一个休息室，因为月台上非常的冷。我们已经到火车站了，我们要坐的就是7:40的 RJ823。那记得因为我们昨天有逛那个熊布朗宫，所以我们买了一张24小时的票券，所以你搭这个到火车站到那个飞机场就是1.8欧，会有那个教学影片，你再看一下了。